不知道那个葛西恒怎么来的，从一个小娃娃肚子里面逃出来，差不多五审搞完之后，前妻搬走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消失了，阿爸也是的。没有这么多猫腻，他们才不会搞那么大的动静。既然都这么凶险了，那就直接把这石头上交给国家了。政府的开价跟排口的开价差距这么大，葛西恒在你那里，你也不会给啊。这吴海山怎么这么喜欢李奎来呀？他原来是唱高戏的吗？高戏是什么高戏？你的狗眼看一下，你这是鬼干啊！那个鸡巴小娃把大石头砸了，你妈妈别。